赤赤正在去广州的路上，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打拳。前两年的时候还学了拳击，但现在已经很久没有打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回那种感觉。期待吗？非常期待。我想试试我的拳头落在教练的身上，他疼不疼？所有知道都可能不行。上的他上的只是课，但丢的是命。帅不帅？挺帅的。那现在已经到这个打拳的地方了，然后因为我们醒来至今还没有吃上一顿饭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肯德基。赤赤说肯德基出了一个新品，他很想吃，就那个汉堡上面是鸡腿肉，下面鸡腿肉，然后中间夹着酱，看什么意思啊？给你们看，这是赤赤想吃的这个新品。你看它上面没有皮儿的哦，我知道这个是不是之前出过啊？它上返场，我记得这个之前出过。那我去买咖啡，你要喝什么咖啡吗？你要喝美式吗？我不喝。那我就买一杯，我们俩一起喝了。可以可以，好吗？我要吃两对那个爱尔兰烤翅。两对烤翅还有呢？没有了。蛋挞呢？不吃。哎，有司康吗？没有司康。没有司康呀。一杯冷萃吧。可恶，今天竟然没有司康吃。那我等会儿，还是要点一个汉堡吃。打包了，你给我就好了。嗯，加了冷萃，要比冰美式好喝多的多的多了。走吧。噔噔噔噔噔。我来了，没有司康，我要点汉堡吃了。那我给你点一个。你还没点呢。我点完了，该你了。我就点了一个肉霸堡，本来两个都尝尝的。刚好在这边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的 look。首先，我配了一个赤赤的衬衫。个子高的好处之一就是，你永远都可以跟男朋友换着衣服穿是没有问题的。OK， 然后里面我穿了一个绿色的，然后这件衣服我告诉你们价格，是我在1688上面买的，30多块钱。然后我之前穿，我觉得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如果你出很多汗的话，它就会有点不舒服，因为它毕竟可能材质有点一般。但是我说真的，穿上真的超好看，大半身穿的是一个，也是30多块钱买的一个运动短裤。肚腩露出来了吗？一整个就是一个运动 girl 的那种感觉。哎，你尝一下这个，这个比美式好喝多，你能喝得出来区别吗？贵。你能喝的不是，哎呀，它没那么酸，你能不能喝得出来区别？你不觉得这好喝很多吗？对，它的口感没有这么冷冷脆吗？对，我去看看，好了吗？看一下。嗯，哇，我们的午餐。这我好早好早之前就想吃，里面这啥呀？嗯，对，好吃吗？越骂好吃，谁说不好吃？有味道吗？我嘴好大，就这个时候就别遮遮掩掩。嗯，好油哦！啊，好吃！哇，好油哦！我今天受不了，这太油了吧？那我就开心了，你不用跟我抢了。我们这一顿属于是豪华午餐，为什么呢？给你们看，我们的这个视角能看到什么？隔壁的这个长长的，就是广州小蛮腰，奢华。这种景观一般是在五星级酒店的下午茶才能体验到。这是无糖的吗？这有糖的，你为什么不买无糖的？这个胖子没有啊。肯德基没有无糖可乐，这种话说出去谁会信啊？你说全赖我的，套餐里只有素。你可以让他给你换啊。放哪儿啊？放你那狗屁！哇，你这个人怎么吃鸡翅都不吃干净？炸！你不要告诉大家嘛，显得我怪那个的。哎，吃一个什么呢？他这个芝芝双层嫩牛堡跟麦当劳的一模一样，这属于抄袭吧？一模一样，我人傻了，差点以为自己来到了麦当劳。看一下这个抄袭版的是什么样，里面也是一样，牛肉加酸黄瓜加番茄加芝士，但我感觉这个牛肉看起来好像跟麦当劳的不太一样，对，大一点。牛肉饼的味道吃起来像宜家的肉丸子一样，你尝一口，完全不一样。这个牛肉的味道怎么有种猪肉的味道呢？但我很爱吃这个。
吃饱了，吃完之后需要休息半个小时，然后再去运动，这样子才是健康的，不然的话就会抽筋什么的。我们现在又回到车上了，刚才去打拳，虽然说也没有出特别多汗吧，但是真的很累，我刚刚心率上来了。他那个体验课其实就是前面会带你做一些热身啊、拉伸啊，然后让你出汗的那种，然后做完体能训练之后呢，就会教你一些基本的出拳呀，还有一些步伐呀之类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山姆，晚上我们要去好朋友的家里吃烤肉，我的好朋友最近要当妈妈啦，耶，大喜事啊。你们能不能有那种感觉，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很多人都已经要当妈妈要当爸爸，但是当这件事情发生在你很亲近的人身上的时候，你就会特别有感悟的那种感觉。 Let's g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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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们已经超级久没有来山姆了，然后这家山姆是一家开在天河的新店，我们之前都没有来过。广州一共就两家嘛，一家在番禺，还有一家就是天河的这一家是新开的，我们也是第一次来，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，哦，就是一些并没有任何吃的，对。然后它这里还有卖这种帐篷，这帐篷看着真不错，还可以看电影。我天啊，这帐篷多少钱？哇操，1000多。1000多，走吧。我这样拍你好像就是1.5米。这就是天堂。来到山姆的这个烘焙区，我感觉我自己就走不出去了，真的。他们马德琳蛋糕才60块，怎么这么多？然后他这个瑞士卷也很便宜，真的很便宜，68块钱这么大一盒。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吃。山姆的这些蛋糕也真的都很好吃，你看价格很低，然后他用的也都是动物奶油，不是植物奶油。啊，这怎么贵这么多现在？128是吗？以前99，好像是，好像贵。这个巴斯克蛋糕这么一大个才80多块钱，真的很便宜。确实，来山姆一定要买肉，要买蛋糕，真的绝了。一定要冲的就是他们这种韩式烤肉，这些都是调过料的，所以说就直接放在烤盘上烤就好了，超级好吃。还有这个，我要推荐给大家，这个真的超好吃，一定要认准这个藤椒鸡腿肉，它里面是去骨的那种鸡腿肉，就随便一煎一烤就已经无敌，无敌，真的拿一个。然后接下来要推荐的就是这种美国肥牛火锅片，这种很肥的，看到没有？这种花色，哇，真的超漂亮，这一烤真的绝了。OK， 现在这个相机已经快没有电了，所以接下来我们采购的画面大家可能看不到了啊，就是先拜拜。麻了啊，还有最后一点点电，赶紧说话，快！我感觉这家山姆店的品类要比……啊，天哪！啊，我回到家了，现在几点了，宝？10:56。中间我们一直在顾着吃玩，所以就一直没有拍视频，主要是见到了很久没有见到的朋友，非常的开心。你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就好。嗯，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吧。晚安。晚安。